明轩。家里，我突然间好想你，就想过来看你。哼，你和陈阳喝酒居然不带着。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没说。你说。你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大男子主义？嗯。我很尊重女性。是吗？那为什么刚刚说喝酒说是你们男喝酒，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吗？而且酒是专供男生的吗？明天我就去找陈阳。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啊！大男子主义，家，控制欲强。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在家口是心非。这里是公司啊，可是已经下班了呀。现在下班了。我说你刚刚跟陈阳说什么了？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啊？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儿。那这么说的话，我是你的福星喽？你呢，不只是我的福星，你对于我的生活还有工作，你永远是我的动力。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冷吗？嗯。挺着。挺着。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温暖？嗯。那我们就不回家了。在这里一直抱着你，不回家不是更冷吗？我抱着你就不冷了。嗯，还是有点冷的。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送你回家刚好，酒也写完。哎，铁峰，爹，哇，今天好冷啊！这种天气。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亲亲抱抱，简直有毛病吧？说你呢。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出来了？我去买吃的。
你不要节食吗？我饿得都睡不着了。哎，姐，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讨打？姐夫，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他也能安全回来。为什么呀？我胖，你不胖，你瘦了很多了。小兰，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辛苦什么？拜拜。拜拜。晚安。姐夫慢走啊。拜拜。走了，回家。怎么都不送你上去啊？哎，等一下，你和姐夫进展很快嘛，我是不是该准备包红包了？我还没问你呢，什么时候改口的？哎呀，这个不重要，我是担心你会被别人欺负。欺负？谁欺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家和唐总家的家世差距真的很大，怕你嫁过去受气。闭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哎呀，我认真的。你看，你和唐总现在这么恩爱，谈婚论嫁是迟早的事吗？哎，我说你不是饿了吗？吃吃东西吧啊，这都给你。哎，姐啊，我是真的替你发愁啊。你愁什么呀？我担心你就这么沉迷于爱情了，等你真的和唐总修成正果，会不会就忘记你的理想和追求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呢是要爱情、事业两手抓。你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爱情，拿什么和生活搏斗啊？哎，你不是总叫我，做人呐，不能太贪心，不能什么都想要。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哪是挺有，是非常有道理啊。我说你刚毕业的学生在这装什么智慧老人啊？那你就说也没有道理吧。你啊，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跟你才不一样呢，我要先做到事业有成，再去谈风花雪月。哦，这挺有自信的嘛，我看你能扛多久。我为什么要扛？我又没有女朋友。我说你想不明白呢，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和孟静还要讨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走开，走走走。不说了，那我睡觉去，你早点睡啊。嗯。这段时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刚才我得到消息，我们的水色系列跟夏总监的丹霞系列一起进入了幻彩云云发布会的主秀，到时候会有很多国内国际的设计师跟一线媒体到场。哇！所以，我们不能懈怠，要再接再厉，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好。现在我们的设计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面料的制作和选材。东东，你去跟一下面料方面的工坊，多了解多沟通，跟老师傅说话要客气，要尊重长辈。好。我负责制板，莫非负责跟刺绣，他擅长这方面。余夏你跟着我，东东你把具体的工作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好。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加油。夏总监，我们三天前申请布料到今天还没有拿到，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再等等吧，最近面料紧缺，等面料到货了自然会有人通知你的。可是我刚刚看到刘设计师的助理拿了跟我们一样的面料，为什么我们没有？
因为他们是提前申请的。可据我所知，他们是昨天申请的。我是不是应该跟你汇报刘培每天的工作进度，才配得上你的特殊身份呢？我没有什么特殊身份，我希望的是可以公平对待。而且夏总监，您是设计总监，为什么总是跟一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过不去呢？你什么态度？对于您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尊重您。你来明远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们心知肚明。我来明远就是帮朋友完成设计。说得好听，完成设计。你要是真的想做设计，何必来明远做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呢？只要跟明轩说几句好话，他自然不会给你一个太低的职位。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来明远是帮陈阳完成水色的设计，和唐总一点关系都没有。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有才华就变得贪得无厌，但是在我这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既然真的这么微不足道的话，那夏总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想要把我从唐总身边弄走？您不矛盾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轩需要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肩上背负着多大的重任，他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我在这儿跟你理论才是浪费我的时间。想嫁给明轩的人从明远已经排到黄浦江了，我劝你识相一点。没想到夏总监觉得女人的志愿就是结婚嫁人，还真是蛮幼稚的。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大道理，除非你发誓你没有这种想法。我为什么要跟你发誓啊？就算明天我就和唐总结婚了，那也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不吃饭在这儿聊什么呢？我们在聊面料的事情呢。我现在就给采购部打电话，让他们把面料准备好给你送过去。我先走了。吴飞，对不起啊。为什么要道歉？我刚刚有一些冲动，说的话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夏总监太为难你。他自己也没讨到好，应该不算吧。那你明天有没有打算嫁给我？什么？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明天是个好日子。啊？万里无云。这样，再过三天周六呢，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咱们来举办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我也喜欢。对了，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一个月的时间会不会太仓促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在骗我是不是？你就知道欺负我，我走了。我道歉还不行吗？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现在就回法国。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嗯？跟你说，你别来这一套。
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这是公司形象吧？万一被别人看到了，看到了又怎么样了？我怎么这么霸道？走吧，带你去吃个饭。看你怎么表现吧。哼，看我怎么表现？你都不想嫁给我，吃什么饭啊？我饿了。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我哪里胖？走，吃饭去。